各位同心，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。这节课是由我们郭伟珠郭会长带来演讲哈，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，谢谢。各位同心，大家好。恭喜哈！咱今仔日如果上课了，就是高级班结束哈。有一挂是时间的问题，为上高级班还真无讲吼，那初级班上了的人吼，咱就是准台湾民政府的政务官吼，所以恭喜。咱即马要做一个政务官呢，咱要爱做啥物？首先，咱爱来探讨吼，咱即马毕业回去，一定爱跟你们的组对一招。就是伫对一周的办公室，咱去互动，然后带咱的新的朋友去遐认识，甚至请因来办身份证。以外，就是讲爱上好来上课，好，这就是讲从中央到地方每一个人的任务，就阶段性，如果我们速度快一点哈，那那较紧的嘞，咱这边诶美国诶官员来敢点兵，如果那通过嘞，我们很快会执政。所以咱执政的时阵，咱每一个人有把握无？有没有把握？有吼，吼爱够勇敢，都爱真正有，唔是吼惊啊有，所以。咱即马拢密集在上课哈，密集在上课做什么？哦，过去讲咱初级班、高级班，为什么现在还要职前受训哈？为人无啥爽快，讲唔是安尼就好，我嘛知影讲安尼就好。问题咧，有法度无？有法度无？无职前训练，没有加上专业训练哈。秘书长讲，伊比比错呢吼，无把握，对咱大家无信心呢吼，所以呢，咱卖予外口的政党吼，讲咱是素人呐，不管你是较早有做过官，我看是少数啦吼，包括我嘛无做过官吼，所以官吼，我是讲认为吼，恁去做就好，我来做官呐，吼。我做官吼，那做会好势吼，咱吼台湾政府一定足兴盛，咱社会一定很和平，家庭一定很美满。是安怎讲？因为咱妇女是咱人类的地基，对不对？咱那是妇女呢，素质那高吼。人文教育好，咱的伦理道德好，一家族圆满，吼，可以相夫教子以外呢，吼，咱会当孝敬父母，孝顺咱的公婆，安尼社会甲家庭足圆满，对不对？安尼咱这个国家就会兴盛，所以咱女人很重要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要拜托吼，咱的男生的同心呢吼，看重妇女，尊重妇女，而且爱惜妇女，好唔好？因为安怎呢？你一家查某的吼，男人的幸福，男人的健康，都控制在女人身上哦。伊呐唔情唔愿吼。碰头痛碰面吼，煮起来物件拢有冻呢，你要相信无？你食了拢会中冻呢，所以就爱对安某会较好一个，咱食的物件才有营养。这唔甲你放的吼，我行医五十几年吼，研究的结果不会乱讲话，因为吼这是属实是一个磁场的影响啊。咱的女人在生气的时候，那个磁场有毒素哦，
啊，伊安尼底下擦擦擦吼，迄读书拢走位遐落去。哎，我们有印证过呢。哦，你一张、这张灰、甲这张灰，你这张达刚改鹅肉，画甲足水诶。这刚这个呢，你达刚改咩？灰一直一直粘起哦。哦，你若唔相信，恁等于去试，绝对没有胡思乱讲。哦，所以呢，咱辅路呢，足重要。咱愈文明的这个社会甲国家，愈尊重愈高。那么女人呢，遵循到女权要做什么？咱就是讲妇女的使命，咱独去爱顾囝、顾老爸老母、顾翁。其余的心力，我们来贡献给国家。那么女权呢？我们争取到，我们不是耀武扬威啊，咱不是要爬到头壳尾，爬到这个老公的头壳尾去撒野。老公是我们一个家庭的精神支柱，所以我们女人拿到女权，要知道天就是天。地就是地，咱后下无法度变笨嘞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所以咱尤其咱台湾民政府的妇女，我非常尊敬，而且鹅肉。唔过，我即马讲的代志袂使袂记起去。我们如果当官也好哈，做官嘛好，拿来我。妇幼福利省做件嘛好，我们一定要尊重男人，吼、哦，有天有地，咱这个储蓄才会有储蓄才会有顺序，然后有多有少，咱才袂乱去，安尼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讲一个国家。咱后摆啊，要做日本的臣民，对不对？臣民，咱一定爱阁比现在的日本人阁较好哦。哦，我伫日本吼、哦、三四十年，我足感动着因吼，人因的习惯教育实在有够好。那么咱要做人来安尼记，对不对？咱爱阁比较好呢。啊，无人会敢去嫌无？会嘛？人讲哦，啊，你这什么东西要做爱安尼记啊？所以咱爱一定爱来学习，一定爱来注意。咱的习惯哦，卫生习惯日本人上好呢。便所垫好入去，拄久一下啊，拢无要紧吼。足清气，比咱的房间较清气。日本人有够忠无？咱一定嘛是学习爱中，咱即马台湾人方教教安怎呢？你变我变你，安尼无大无小，对不对？这是中国文化呢。咱即马社会有乱无？有乱就是无秩序，就是无权无家无大无小。啊，人日本人为什么两千几年来皇帝拢无方变掉？他们是军民一系，就是讲军民一体啦。哦，咱什么科系的系啦？哈、哦，这个系就是系统，系统就是讲啊，咱人咱有八个系统嘛。人类系统就讲，哎，皇帝甲人民拢是共一个系统，伊就是讲一条脉啦，哈、哦，一条脉嘛是甲你当作你是伊的系统。那么为什么安尼拢袂人去变？真简单，皇帝就是你的祖先呐、啊，你的阿公阿祖，阿公阿祖有疼孙的无？伊甲伊的百姓当作伊的金孙，所以金孙敢会变阿公阿祖？袂嘛，所以咱这一定爱遵守。后摆咱嘛是要以日本来体制，我们要跟日本联邦也好，邦联也好，我们一切
的习性都爱应按照日本来学习。咱呢，日本到今嘛，因所有的礼貌有世界第一无？嘿，拢几度的啊？安尼行咧，行到大家拢翘骨呢，有够可怜。哦，所以呢，拢要强要拍个涂骹呢。所以呢，这种礼貌咱嘛爱学。咱吼、哦，台湾人有用中药咧补骨啦，所以绝对袂翘骨啦。吼、哦，啊，甲行较低无要紧吼。人若遵守一个礼貌呢，拢总非常祥和啦。咱绝对无礼貌引起很多纷争跟对立，对不对？所以讲呢，咱就是吼、哦，绝对袂使像即马中国文化安尼吼，无礼无貌啦，无礼无貌绝对足个冤家，对不对？你若有礼貌，有尊重人，绝对足祥和。那么呢，咱就是讲为咱即马去。咱后摆就是政务官，咱是要做领导人，咱是要做主管，我们不是事务官。那么有人的所在就有是非，对不对？那么有是非呢，就有对立啦。啊，那么咱要安怎来注意这个代志？咱为今仔起，咱要来学讲，咱安怎来做大官？那么上基本。咱服装外表一定要整齐，我拢甲大家人讲，你即马回去衫裤穿好，一天行少三摆，安尼我有升大官无？安尼好唔好？我即马甲看，大家拢足升大官，吼、哦，已经唔免阁学习啊，大家水准拢足高，但是希望阁愈高。秘书长拄则讲来讲。迄、那个一级的美国官员要来甲咱见面，啊，咱来吼上好甲看较详细咧，人的清查言语举止是什么样，咱嘛来甲学一下一级的，安尼好唔好？所以除去这以外呢，咱要做主管吼，爱先管家己管哦，好好无？家己要安怎管？嘿。像我整洁以外吼，言语很关键嘛吼。咱这个嘴是咱的门，爱关也好嘛，吼，袂使乱输开啦吼。所以讲呢，人讲一言九鼎嘛吼，啊咱那唔是讲四只马讲难堆啦吼。所以讲吼，讲话绝对爱注意。咱较早吼，跟朋友拢笑笑乐乐，不要紧。啊，即马出去，咱讲话绝对爱予人感觉咱有信用。讲一就是一，讲二就是二，吼，袂使搁再凊彩讲讲的吼。所以呢，予朋友吼看到讲，哎，啊，你即马是中大乐透赢吼？你讲吼，我无，我中比。大乐透阁较好，哦，因为用钱无当买吼，我无代无志，啊，唔免选举，啊，总啊变大官，安尼有奇怪无？哦，这福报足大哦吼，尤其恁倒买来遮的人，我参加八年啊呢，啊，三年半伫遮吼，我都没有请假过，两年半一期都无。包括透风落雨，我都没有请过假，安尼有认真无？吼、哦，那么到现在我们的组织架构吼，拢摆起来啊吼，啊，我大概可以休息一下吼，因为部署跟左右手足济啊啦吼，啊，那么呢，你每一个人即马去，恁爱有恁的部署，有恁的左右手。一定要培养出来。那么你若是培养出来以后，你派到哪一个机构，你会当得心应手，拢有助手。尤其你的助手还佫比你较敖的佫较好。
是安怎讲？安尼可以补我们的拙，咱的含慢的所在补我们的短。那么很多人呢，头壳无好，无度量，拢想讲呢，我娶来的吼，啊比我较敖，阿伯来甲我抢职位，佮而且逼到我的头壳袂去，大家拢爱用奴才，他不用人才。我跟别人不一样，我喜欢人才，我不一样奴才。你奴才呢？加减尔吼，大粒蕉啊，咱细粒蕉啊是伫经啊。那么呢，咱用人才，愈大愈高的，咱愈甲邀请出来，嚯，足方便的，你敢知？咱若袂甲讲一声吼，啊，拢敢做甲好好，啊，会愈来愈亮啊。哦，咱家己袂给自己压力，因为你爱学好领导的方法咧。咱你是官兵诶，还是官将诶，是无同嘛。所以讲吼，咱呢学好领将就好。哦，如果呢你领一个将，一个将会当领百万兵。你管一个就好啊！你如果你是官兵来做班长、排长呢，逐天没完没了啊，非常复杂，迄互别人去做就好啊。因为呢，咱拢是主管啊，主管呢，你入去一个单位，你那俩几个啊，吼啊，可以搞定那一些人，你掌控那几个就可以，就可以很顺遂。那么咱讲到上到尾咧，咱再来讲一个，咱要安怎做官吼？我教一下撇步恁敢好？教一下讲要安怎做官，有法多做，有法多做官的人先举一下手一个来，咱来互相研究一个。会晓做官吼？会晓做官的人，以前有做过官无？做过头家哦。头家甲政府是阁差一大尾哦吼，哦，你会领导，哎、欸，啊，我嘛袂晓，但是互相研究吼、哦，大约我知道，我以前是伫世界战略协会，中华民国分会三十几年吼、哦，怎么样来管理政府吼、哦，怎么样来管理国家，专业啦，专业来研究啦吼、哦，啊，透露一点点给你们，简单哦。扼要啊！但是我爱看吼，即课咱两点钟拢卖休困，好无？搁而且无拄久，啊，咱遮来甲武功秘籍提出来，安尼好无？啊，那拄久就无爱讲啊，吼！哦，因为即课足重要，伦理道德、人伦教育是做人的基本呐、啊。如果一个人若袂做人啊，你讲要安怎做官？你要相信无？绝对做袂好。你要做主管，你若袂做人，绝对无法度做主管啦。啊，三工人都甲你创掉啊，对不对？哈，创掉啦。所以呢，咱一定要学习各种的习性跟遵守法则，咱慢慢来研究。所以讲，妇女的使命，妇女呢？咱唔是要管家庭家，即个公婆遮尔，最重要的就是讲啊，咱一定要出来社会，替国家来有担当。那么呢，咱即马遮吼女性很多，我三年半前吼，虽然刚开始的时候，咱的秘书长就讲一句话，讲等女人呐、啊。跟年轻人都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成功了。啊，我今嘛甲看起的女人有一半呢，啊，年轻人也很多哈，啊，白头发的比较少了哈。安尼是不是咱今嘛都要成功啊？对哈，哦，我看那个真相都出来了，所以大家爱有信心。啊，咱下面我们来研究哈，咱这个是刚好。我一面做好去印度，我们团体五十个去印度去拜访喇嘛啊！咱
为什么要去印度呢？印证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。咱西藏呢，走去印度，无像咱台湾遐爽呢，搁甲人纳啊，搁甲人纳税，搁耍嘞，搁甲人做兵。咱呢，印度人去啊，租一个达兰萨拉一个山顶去住，搁再甲印度纳税，伊。印度人无甲伊做兵嘛，无甲伊纳税呢，所以咱台湾得病就是去印证华理。那么去的中间刚好拄到这阿多阿公，这是对一个单位，因为迄是因这个叫做西藏喇嘛呢，在印度最大的法会，二十几年来，敢那这边的大会，全世界的人拢总来去。来家拜拜，就是讲去朝圣啦，哈！啊，朝圣呢，这是美国呢，美国世界联合妇女联合总会内底的秘书哦，安尼英文有够好无？吼、哦，所以我就该留恋起来哈。然后呢，咱那妇孺也好啦，哈啊，男士同心也好哦，这是咱的典范啦，哈。这是我的偶像哈，即马即阵有穿无？吼、哦，我大码、二码、三码哈，这是控制整个全世界，而且是政治家。啊，咱要袂做政治加进前，我们要向他看起来学习。即马在欧盟内底吼，即个上穿，所以讲我们不能小看女人，对不对？啊，虽然我不是他啦。我也希望有一天会像他哈、啊啊、来，咱今麦就是讲，每个人因人而异，有的随遇而安，有的哦雄心勃勃，为家庭事业，为事业型的，女人的答案各不同，所以咱会来吃的，有法度做到大官的，是大大的不同，对不对？所以讲，话讲啊，我帮助也好，就好啊，吼，囡仔管也好。所以价值观呢，咱甲咱的个性、咱的气质、才能，全部家庭条件、社会经验的因素拢有关呐、啊，吼、哦，拢有关哦。咱台湾政府呢，让身心健康的女人展现有才能的平台，男人也不例外。哦，像咱即马即个查甫诶，咱过去拢总无做着官，啊，雄雄会当来做官，足大诶福报，以外会当互恁后摆啊，好好的来表现哈、哦，来替社会谋福利，咱来照顾百姓，来，咱因此以后呢，我们要提升自己，防患未然，每句话都要斟酌，举动务必得当，做一个在职场。持平的 一片天地，了不起的女人呢，只有仅是在，不是外表漂亮而已，而且哎，持家也要好，然后呢，做一个贤惠的女人，更不是就社会奉行中的女人才能才德而已啦，哈、哦，咱就是讲，咱家全部人爱遵守起来。不是外表爱水而已，内底腹肚内底阁爱有捌哈，捌一寡代志来。那么成功的女人哈，必须拥有自己跨一职场，进入人生，踏入职场的那一刻，你都爱注定来告别平庸的自己哈，成为辉煌的人生。女性。在仪态万千哈，谈吐一定要优雅，要说话会辨识啊，外貌和气质要并重，美丽与智慧集于一身，做一个新女性，哎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讲哈，爱食前个食美啦哈，才会当成功啦啊，为哈诶，真济诶机构你去看。花枝招展的女人很多，但是里面啊，唔捌代志，
就是靠迄水吼，嘛唔是孤等的对了吼，咱一定要好好的来学习，来注意自己。那么咱就是自己，咱即马为即马开始蜕变吼，咱就是爱褪一个壳，变唔是咱过去的咱，吼，无同款的咱就对了。从工作做起，站到脚跟，再优秀的时光，做一个蜕变成长过程哈。那同时也是一个不断自我发展、自我超越、自我修炼的过程，克服一切的困难，做善业成就，绝对不是仅用金钱来衡量。就是讲，咱爱。一滴未尽吗？速度要快，要来成长自己，来改变自己，从外表到里面啊、哦。那里面怎么看？就是看你那个嘴巴而已哈、哦。咱的言辞就代表你的内涵。那么，咱这呢蜕变以后，我们变成一个不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女人，咱是一个成功的女人。在职场上充满波折，时时处处都有可能遭到暗伤，有可能是来自于别人的明枪暗箭，也有可能是来自于自己疏忽所致。所以说，不管是男人女人，以后我们到我们工作岗位上都会有这些事情，因为你要保护，懂得保护自己，那不是别人。因为我们台湾现在所有的习性不好，不尊重人，而且时常非常傲慢自大的周边朋友很多，所以咱一定明枪暗箭，我们很难防。但是你要自己保护自己，不能自己来疏忽。那么你必须要磨平自己的棱棱角角，来应对这个环境。就是说，咱做一个人，你别迷迷角角啦吼，你要很和顺对待所有的事情，跟你的言辞绝对不可以说得很严，不可以说很挑剔，这样子你跟人相处起来非常不平顺了哈，咱即马就一定把咱的眉角，在我们当官以前，速度要很快，把自己的棱角磨掉。阿伯啊，你这样做了会久，未被人家踢下台哈。即个适应这个环境，提升自己去应对。咱爱学好功夫，怎么样跟人家应对？但是人讲做事容易啊，做人。很难，对不对？我做到这，现在都做不好势，所以我感觉这课非常重要。人说教学教学，我在教就是在自己在学。要学得会的，我后摆出去，人家叫到郭会长，大家都对我很好，都没有意见。我希望有这么一天，所以我在这个方面下功夫。我是希望说我可以做得很完满，所以说对明枪暗箭要清楚认识，进而果断地避开危险，生存的智慧要做到快乐自信的达人。所以说咱较袂去碰壁吼。如果呢，你若是无智慧去应对吼，每拄着代志非常伤脑筋，愈烦呢，就愈躁动，对不对？那么你绝对就无法度非常快乐，无法度快乐，你做起来愈来愈袂顺势，人若愈看，人若愈袂顺眼，你就做袂掉。那么呢，我是安那讲来上这个课，除了我们
一个人民要好，一定要伦理道德要基础要好以外，就是相处大家团体一定要团结，然后要和谐。那么咱每一个人有去遵守，有去注意，一定不会斗来斗去。咱台湾人敢有斗来斗去的本钱？有给咱四千人呢，这是一家人嘛。而且咱是阿伯啊天皇的金孙呢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呢每一个人拢爱相亲相爱，吼、哦、啊一定爱做甲足好。咱只会做愈久，领愈济，对唔对？吼、哦、啊做了愈好，个成愈悬嘛，足重要的。咱无简单，有法度得到这个福报呢。啊你若做无几工啊，就下台。爱是自己就自动被人家踢下来，啊，是咪足无彩？所以这课足重要哦。法理很重要以外呢，你这若无遵守呢，啊，做三工就下台啊，吼，啊有够无彩的，吼、哦，啊，那我知影，我会足唔甘吼、哦。所以吼、哦，咱一定爱来家己注意。那么形象就是咱的资本呐、啊。那么要好形象呢，你一定规矩要很好。人的态度一定要正确、积极，而且一定要有礼貌。咱来形象好人诶，一个人若有礼貌呢，看到人笑眯眯啊，拢敢惊一个咧吼问好的话，那个已经满分超过一半的分数。人无讲看到你伫笑，佫甲你骂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莫讲吼，啊，咱一个官做落去吼，安尼吼，大家安尼一地呐，啥物咧吼？啊，安尼我看足危险的吼，会做袂介久啦吼。所以讲吼，端庄得体啊，比这个咱哎，不好搞搞搞吼，啊，只爱美吼，没有能力吼，无效啦吼。结果可能吼，爱切记咱莫蓬头垢面，蓬头垢面吼。每次我若看到那吼，和做啥物陈，诶，伫个电视台吼，迄个吼，诶，陈啥物回去吼，啊，我每次看到伊个头毛安尼砰砰砰安尼规个吼，啊，足成功拄啊互强暴出来安尼吼，吼，啊，我看了有够袂惯势吼，伊若听到一定会甲我告吼。啊，不过我来做没关系哈，在公众人物一定不能蓬头垢面哈，哎，所以讲哈，哎，我是希望讲，人一定爱非常端庄得体，啊，做家务时哈，唔卖安尼，咱伫会当伫厝讲较凊彩一个哈，啊，那逛街简单舒适，踏进工作大门。咱就是讲，像咱来大门，为什么要规定我们高级班要切记你的职前训练一定要穿制服进来？昨的我叫屏东两个来去用挂断的哈，所以咱即马高级班也要切记，咱一定爱穿制服来，你才会当去吧上课。为什么这样规定？我们一定要有尊严，我们。要有形象，咱台湾民政府的官员不能邋邋遢遢出去，人讲啊，你这是什么政府？哦，破坏我们的形象，而且把自己搞砸掉哈、哦。所以讲，咱进到工作的岗位，就让自己的形象呈现恰到好处。哦，阿妈卖讲恐高安尼吼，像要入去安尼吼，要藏落去。嘿，安尼嘛，唔免安尼啦吼。但是吼，啊，咱拢依照秘书长因甲夫人来穿着就可以，安尼就是足适当啊吼。然后塑造好形象，就成为自己树立你的政治招牌。啊，像我吼，我树立的招牌，我较啊无相共吼，因为吼我较爱安尼。俏丽一点呐、啊，
吼、哦、俏丽一点，我无爱安尼推推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我吼拢得阁有肩带吼、哦，表示好像将军一样吼，安、哦、尼看起来较神气。那每一个人，你要塑造你的形象，你爱扮好你的角色吼。哎、哦，政治标志的讲啊，那看到一个影吼，哎、欸、啊，一个卖看到面，大概都什么人，安尼你就塑造成功了吼、哦。嘿，啊卖安尼起。太奇怪的了哈、啊、大概接近标准就可以来以诚信对待别人，打动别人哈啊，别才能哈风平浪静，和平相处。就是讲，如果你有遵守者呢，你会当过了较平顺，比较不会。受到别人的干扰，因为你形象不好，也许让别人瞧不起。如果呢，你邋邋遢遢，连自己都会瞧不起自己。你家己穿哦，水水哦，啊，这你都唔敢安尼乌白倒来倒去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像这个是看起来足像师傅啊，迄条型吼，啊，那个塑造的形象。啊！人看到就肃然起敬，讲：“哎，这个大概是老师，对不对？”啊，虽然你讲老师不是老师吼，啊，你甲穿老师的衫，咱这讲讲这是真正有道理。咱甲比较，咱讲人生是戏，对不对？那么你演什么戏？哈、哦，你到皇帝穿迄个奴才啊衫，奴才啊敢会去穿皇帝衫？所以你塑造你的形象，你要坐伫对一位，至少你爱有迄个格啦，爱有迄个格啦，爱看起来讲，嗯，安尼有型，安尼吼才不会受别人轻视啊，这足重要的啦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呢，外表吼，人讲外表也会压死人呐、啊，你一穿起来，哦，卖讲啊，咱比喻讲话，拢爱塞好车吼。哦啊、面子的還黑頭這樣入來你敢不敢黑不甘的對不對、哦、夭壽啊這個不知道對一個大官呢、哦、待會去抓去打腳床對不對、哦啊、你如果青菜塞一台當公的車、哦啊、裡面坐多大的大官裡面可能人會給錯、哦哦、人都 以第一個印象在判斷嘛、啊、所以無論我們多大的官、哦啊、你如果穿得邋邋遢遢也許人也看到讲啊，这无成啊，都受别人误入嘛，所以形象非常重要哈、哦。不但从看起来讲哈，会敢尊重以外哈，哎、欸，想亲近我们哦，安尼都有一股力量哈、哦，来啊来，这就是讲你那是明显的，和你打扮到哈，和、哦、你看起来精神面貌。甲修养拢足好，看起来精神嘛足好，对不对？像我拢讲安那，你女孩子第二本的习惯呐，无论安怎，一定要抹一点点嘴唇呐、啊，红看起来安怎？没，唔是黄脸婆啦，啊，个面色加较好，那个叫做礼貌。吼、哦，日本人无抹胭脂的早人吼、哦，不会出来见客人。哦、所以讲吼、哦，咱嘛是爱学，所以我定都拢高调调，你知无吼？定高调调吼，啊，我嘛感觉真麻烦，啊，唔过都无得安尼看起来面黄黄啊，啊叫黄脸婆啦吼，歹、哦、看嘛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一定爱甲安尼，啊嘛卖讲甲自己吼、哦、装扮甲安尼吼，或者像个圣诞树安尼吼，啊咧。哎、欸，增加安尼一牙出来，像个圣诞树安尼亮晶晶吼，安尼倒不需要吼，安尼会成啥呢？啊，我以前西雅会会长的时阵，我的前会长，啊，我的辅导会长是迄、那个，就是崔台青因妈妈吼。啊，那么我的前会长叫田会长吼，吼，伊就是安尼增加安尼像圣诞树安尼吼，有一遍吼，韩国的大使，伊的参事官等啊，啊，就讲郭会长，咱来食饭一下。
啊，我想讲要食饭，咱爱想到咱的前会长啊，啊，我就一起把他带出来。食饱了，就甲我叫边啊讲，哎，郭会长，下次你不要带你前会长出来好不好？我讲安怎？我敬老尊贤呢？伊讲，安尼阮会出新闻呐、啊。我讲是安那，哦，你看他那种打扮，我会怕呢。我家呢哦，哦安尼，足花俏啊，挂甲规身躯啊，穿甲金丝丝啦。好，我讲哦，安尼我知我知。所以吼、哦，我熟悉的大官拢敢带我去食饭。是安那，你一定爱瘦瘦啊，高胸高胸就好啊啦。吼、哦，所以咱即马做大官嘛是安尼吼，你一定。袂使讲安尼花枝招展呐、啊，花枝招展看起来有生啥酒家跑出来的嘛？吼、哦，伊讲伊惊出新闻呐、啊，吼、哦、吼、哦、啊，我都惊一条，为即马开始我都印象迄、那、落、個，所以吼、哦，我家己嘛捌卖过珠宝吼，所以我较大都一条佛珠尔啦。啊，这毋是咧挂水的吼、哦，因为这个有负离子啊。哎，让我的血液才能够哎平衡呐、啊，那个电池才会平衡而已啦，哈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呢，咱这个注重形象，不会自己实，哈、哦，你的实力不会减分，要知道马要配好鞍，才能够相信它的价值，你一个。那要配好鞍的马，拢伫外口叫做野马嘛。咱有配好鞍是人在骑的嘛，吼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即、這个不要忽视形象。古人讲吼，你的人就是爱衣装啦，佛要金装。希望你的才华洋溢，能力出众，有雄心啊，壮志将自己奉献给台湾民政府，让台湾所有的人民能够。平安、快乐、幸福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所以吼、哦，咱爱做好咱的大官啦，吼。啊，这条件必须要遵守。安、啊、内女强人，咱外口是毋是讲足济，拢足敖的，拢讲女强人。那么，女强人大部分拢是一个口号。咱爱做强女人啊，卖做女强人啦、啊，吼、哦。好，所以讲吼、哦。强女人呢，与女强人不同。女强人的强势呢，会让别人哈、哦、压抑住哈、哦。强女人呢哈、哦，尽管她强势，但仅限于心态，而不是姿态啦。那是心态的问题。我很能干，我能担当，我一定有这个志气要来做大事哈。哦那么你人人有力争成为强女人，只有如此才能够独立而且自信，有成就自己，不妄图改变这个环境来适应你自己，而且要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，才能做到上司、同事、下属的欢迎，所以讲这讲到拢足重要。我们现在台湾的和谐非常糟糕，斗来斗去，而且呢，嗯，啊，谁？谁？李世燕呐、啊？啊，李世燕小姐。哎，请到一楼去哈、哦，有人找你。那么呢，咱就是讲，学好这一门课去注意。我希望以后我们去到哪一个当主管，咱能够顺遂，做一个强女人。我们不是只有做一个女强人，不是主席外表尔，我们一定。真的有能力才是强女人哈！来，我们的外貌呢？女人的外貌固然是可以征服男人呐、啊，但是呢，要引起女人的嫉妒。
如果我们有女性的长官，那么这一点很重要，因为女人呢，嫉妒心哈一爆发，不可收拾。哈，这点呢，我们要适当的，哎，卖有敌意，正确认识你，让你拥有持久竞争，哎，力争而已啊，竞争哈，哎，能力而已，不只是提升工作能力和内在素养，让自己更有能力和实力，才在职场安稳闯出一片天。所以讲这讲到哈，是有这个代志，但是讲个人而已啦哈。你若像我哈，我头一日看到咱的夫人哈，我是从厕所出来，她是在那边洗手啦。我看到讲，哦，美女，你是对来耶？伊讲我是台北来的，啊，你英英语无？伊讲我是留美的。我讲哦，我拢找无这种人，我即位好你好无？你来做妇女总会总会长。伊讲唔好啦，我啥物拢袂当做，然后我就甲对出来看这个上传来的。啊，一个医师讲，我讲，医师，这恁查某囝哟，伊讲唔是阮朋友的查某囝，我讲安尼足好，我即块予伊好唔好？啊，夫人就阁甲我讲，哎呦，我拢袂晓，你袂晓，啊我啊后壁阁来一遍呢，我讲，我即位予你啦，无你来阮妇女会吼，来给我帮忙啦，来甲我辅导啦，伊嘛阁讲袂晓，啊我是讲，哎呦。啊，大行拢袂晓，无你是要做头家娘吼？啊，想甲准准呢？大行拢袂晓，伊啥物拢无爱做，就是要做头家娘啦。啊，迄阵其实吼，他自己可能也没有这样想啦。啊，但是都约甲准准，我是讲啊，你甲你邀请来做大官，无爱做大官啊，无爱啊，无来做头家娘，唔只讲啊，无你来创啥？对不对吼？我想想想安尼啊，我无讲呢，一阵啊，真正做头家娘啦。哦，所以讲吼，人各有命啦，而且从外表就可以吸引人。我拢唔捌伊，伊嘛唔捌华丽，我就要甲伊邀请来做妇女总会总会长。结果他是高人一等啦，伊唔是要做迄啥物长尔啦，对不对？哦，他比长更长啦。现在来，有人的地方就有冤怨，有冤怨的地方就有是非，就不可避免介入争斗，我们避免啦，不要介入，那么你就只有被牺牲哦，和被淘汰的可能。所以说呢，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温婉嘛。那我们现在流行一句啥？讲我们来喝咖啡啊，谈是非啦。啊，我想讲安尼吼，等这个世界都乱啊啦。每天即摆吼，咖啡销量偌大，大家讲喝咖啡聊是非吼，安尼要安怎会进步？咱台湾现在在耗费呢，耗费所有的人的生命哦。那么安娜无可适从啊，无代志好做，无进步，被中华民国的体制下压制到台湾人啊，唔知影要做啥，所以呢，喝咖啡聊是非，非常可惜，咱浪费我们的宝贵生命哈。所以咱呢，那是温婉的所在，我们必然介入。如果人家讲是非，咱想卖参与，一共公营里啊，想好卖伫公共场所讲是非，讲长讲短，甲咱都拢无关系。而且啊，我上惊吼，我们都不要知道
长官的秘密。有一天啦，啊，人知影，伊讲是你讲的啊，咱拢卖讲在上好。我迄人足爱听呢。哎呦，长官，你有啥物问题，你嘛甲我讲一下，表示很积极。啊，哪一天，伊若讲啊讲，讲过来的，啊，人有甲泄露秘密，啊，咱少变凶手的一个啦。所以呢，尽量卖去聊是非，啊，卖有温婉。那么我们要做好什么？如果有人有冤怨，我们最好要来言和，这和事佬，好讲啊，大家拢一家人，咱的目标一致，团结一致，那个个人的事小，我们把它化为乌有，安尼好唔好？啊，莫讲一个小小的事情，吼，甲讲甲足大，哎呦，那遮严重。安尼，我看你吼，一定吼爱砍伊平哦，吼，无你会给他看扁咯、哦。安尼吼，点油吼，吼啊，讲啊，加油点会倒安尼吼，啊，越来越严重安尼啊。啊，一讲干，咱的头壳无求进步，啊，拢干那嗲，讲遐代志有啥物路用？而且负面的能量会伤我们的身体哦，吼、哦，所以咱一定袂进步。即马台湾人呢，是非太多，尤其个引进那个什么韩剧进来吼、哦，哦，我拄着啊朋友在看啊个影影吼，拢伫啊骂来骂去，打来打去，迄有啥物意义？无意义嘛吼、哦，所以呢，一定头壳茫低下啦。人外国人为什么美国人那么进步？你要看他们的西洋片就知道，讲话简单扼要明了。伊袂哩哩哩哩啰啰，咱讲德国个倒菜刀呢？啊，菜，吼吼，迄个啥物？这菜刀筋个肉刀顶吼，啊，砍砍的安尼，吼，规工一句话就得啦，伊安尼讲一波呢，是不是？那浪费生命、哦、浪费时间了、哦、咱的头壳卖去用为遐去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学好习惯、哦啊、心态一定要正面积极，然后喜怒不形于色，对讲女性要克服感情用事啊的习惯，努力用我们的理智来控制情绪，告诉自己平。先平静情绪再说话。你一怒气冲冲找同事或上司论，可咱来去论哈，可能有无法沟通，然后有不堪设想。所以讲哈，当我们当官也好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情绪。咱以前不管你脾气偌歹。咱一定要改掉。那是你有脾气出来的时阵，一定自己面壁，咱莫去找人讲话。安尼好唔好？找人讲话会讲唔对的无？看别人听了拢会生气呢。虽然看你别人无代志，你嘛讲样样个，恁捌心着你讲屁无？哇，这台语吼、哦、讲起来像个真粗啦，但是吼、哦、俚语啦，真很好听啦。啊，你讲啊，拄啊去伸着拳头尾安尼啦吼，系哦，拳头尾啊吼。所以讲呢，咱那尤其上班的时阵吼、哦，你有事情，爱是吼、哦，咱的顶时门时办到无好吼、哦，你莫去找伊讲话啊。所以讲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你要找人家讲话，要看一下他的脸色好不好，啊，这样去讲，那达成率成功的几率会比较高。所以讲，咱即马去，就是讲，咱爱目睭爱金，哦，袂使阁像较早安尼搭档吼，啊，见到人就讲话吼、哦，咱即马爱见到人讲人话啦，对不对？忌鬼讲鬼话啦，吼、哦，莫忌着鬼，你含伊讲人话，伊听无啦。所以爱讲人喜欢听的话就好，哈、哦。
来来，谦虚是美德，过于谦虚哈，会让人家感觉太虚伪，不能担当。虚伪是正确的，但过度的谦虚会演变成为一种自卑，久而久之的哈，记一下对的，久而久之啊哈，侵蚀掉你的信心，让本来就优秀人才哈一无进展，而且一无所有，不必自己一把哈，你没有逼自己一把，你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有多优秀。所以说呢，适当勉强一下自己，往上面的目标来精进。那么你若太客气，咱现在我发现尤其是台南州的人有够心思的啦，每项都会说，哎呦，我不会，咱以前的王州长也是刘英的博士，他也很客气，他说，谁喜欢起来担当哪一个职位，顶管嘛足客气，下底讲，哎呦，歹势啦，迄互别人去接得啦，安尼都拢免啊，你知无吼？所以没有逼自己一把，而且做长官，你看到人才，你没有稍微把他，强迫一点，他也没有担当啊，所以安尼吼。会就是失去那种效力啊，所以说让长官适当看到人才，你给他学了一下，他本来十分力会变二十分力啊，你自己逼一点，我大概可以哦，因为安怎每一遍女人都不做过老母，雄雄跟做也是会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别说那个啦，那是自然的嘛，人阿扁啊，还是马英九以前敢不做过总统，自己做，我就爱做，我来自己做，也是会向嘛，也做得很好啦，但是说现在马英九被骂到这样啦，这骂是骂啦，只要我们听知道，因为现在后面啊，美国在操控他啦，一定要做很软很软，咱去接才有机会啦，对不对？啊，伊若做足好，人敢会予咱做？啊，若学了，咱敢有机会？所以，软是软，咱忍耐啦。现在所有的损失，我们以后一次捞回来。是安那？咱台湾呢，只要回到日本去，咱的钓鱼台的石油啊，比中东还多哈！咱敢爱去找皇帝讲啊，阮要来学啊！我想唔免啦，因为迄伫咱兜的房间啦、门窗卡甲学都有啦。伫对恁知影无？台南的关田呐、啊，是在我们台南州啦。所以阮台南州吼，后摆啊学落，安尼一直甲抽抽输赢的吼，比日本抽较紧安尼吼，咱比水较俗哦。咱都抽来卖吼，吼，大家足好个，即摆看安怎白，安怎白西客吼，拢不要紧啦，互因去白，只要让他有一天把政权交出来，我们就有希望啦，对不对？那大家拢咧坐钓鱼台，哎，一地那放晒地啊，尔嘛吼，大家拢爱，是因为即摆美国的科技哦。他在卫星可以照到海底啊，以前最多4000公尺，伊即卖会当6000呢，怎会去哦看到石油啦？拄好咱秘书长有够巧的去甲告啦，伊讲安尼拄啊好啊，吼，互伊终极统一啦。因中华民国毋是定定要吼是不一没有啊，因要终极统一对无？马英九因老爸要死，就交代马英九爱终极统一啦。就是讲咱欠伊的就欠到遮尔啦。吼，因享受嘛到遮尔。即摆吼，我有听讲迄危机解密吼，请中华民国啊，
把以前日本交出来接收委员会里面所有的资产材料也这资料哈，全部要送往白宫啦。所以因安怎玩吼，你即马拢卖去甲烦恼去，爱烦恼咱人偌济，较紧来办身份证过来上课，这就好啦。吼，只要有一天咱人数有够，美国交给我们，咱来做会好就好啊。啊，因即马安怎歪安怎歪吼，美国都有记录在啦。吼，咱卖安尼讲讲安尼，吼拢安尼喷嘴臭安尼吼。所以讲吼，损害我们的精神呐、啊。所以讲呢，咱即马吼，如果我们敢站出来来当大官，咱一定要逼自己一点，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。然后呢，咱就会当做到吼，会当做到做到讲，互你自己很满意。而且让别人很称赞哈，所以讲哈，天真坦率，就是讲坦诚固然很好，可以避免不给别人有机可乘，容易被别人打败。所以呢，我早期哈三十几年前，拄拄啊去台北，啊，迄阵是想要去日本留学哈，啊就讲哎，来台北学一下日语一下。那么呢，人看到我咯，我的同学住台北住久啊吼，哎呦阿祖，啊你安尼讲话忙遐刁滴啦，啊人甲你亲斤亲两，啊几鸡毛拢看看出啦，哎甲我讲一句呢，我讲，啊无你讲白贼讲一句，咱都爱一百句来圆呢，啊咱都啊无啥物，咱都刁滴啦讲吼，伊讲，嘿安尼人要给你害足危险的呢。我都没有感觉，我讲靠，有可能呢？啊，咱直直啊讲，那有啥物代志？哎呦，你唔知呀？我吼三十年代台北了后，才知影讲吼，想坦白，代志足大条，对不对？因为咱到逐项拢互知影，吼啊，但是咱也莫故作神秘，讲安尼，这个人吼，吼足啥？足深沉的啊，讲啥拢无爱用，安尼嘛唔好。所以，咱要跟人打成一片，要跟人家亲近，你一定卖钻眉角，啊卖讲哦，啊，逐项讲话讲到一半就讲，啊，这后边卖讲安尼吼，啊，人就跟你讲袂落。但是你太坦诚的话，会有一天。人家会利用你的坦诚来把你打败，把你的秘密拖出来，然后来攻击你。所以讲，咱去一个团体，你住自己的秘密，再多好的人，你都不可以去讲出来。这样对不对？对。免得以后人家利用你的秘密啊，来把你的官拖落啊！吼、哦，也许你咱每一个人都有过错，也许你以前曾经做过。那么呢，你甲真正的足好的朋友讲，你的足好的朋友，也许以后是你的对手啊！啊，伊会讲哦，啊，什么人捌甲我讲安怎？啊，这点就是伊攻击的目标吼、哦。所以咱就是讲要做好。保密皇帝，安尼对不对哈？来，人最大的靠山是自己，就是讲女人呐、啊，咱今嘛足济我们的童心呐、啊，来上课以后，哦，真艰苦，迄要做官我看吼麻烦，无吼，阮老公都逐个月拢有得给我，尤其今嘛吼。要去做台湾民政府的大官，后摆啊薪水讲几啊倍呢？我宁可吼大厝领薪水就好啊！哦，有真侪人安尼哦，回去伊就嫌麻烦啊。以前是家庭主妇啊，啊即马临时吼安尼一冲动啊跑来上课吼，啊常常的当下宁可买后摆阮老公领就好啊。我哦嫁翁就要来食翁啊啦。
有人安尼甲我讲过呢，所以我把这条列出来哈。咱呀靠山吼，咱的生活哈，所以靠自己最好。咱好好工作，来你的鱼安尼，你的未来才有保障啦。吼，因为安怎，老公后摆薪水领足悬，伊的代志嘛是会愈多，哎，愈大堆。他要做的工作，他要付出的钱，也许嘛愈多。那么我们多一份工作，我们自己可以不向别人来拿，好，唔免共村登手。所以女人呢，要自己照顾自己，尤其是台湾即卖女性，为什么我一定坚持在底妇女会？因为即卖离婚率很高，我们台湾的女人啊，即卖全世界上可怜啊。那么离婚的男人可怜无？足可怜，因为安怎？我们的法律不彰，设计不良。美国呢？日本呢？离婚了，囡仔爱饲到18岁是男人的责任。那么台湾呢？两个拢烧钱抢，抢去的一方，他也要当男人，也要当女人，会当做较好势无？所以我们的下一代阁愈可怜。那么我们民政府以后一定要来改正。我拄啊讲过，查甫就是天，查甫就是地。男生呢，做好赚钱的功课；女人呢，做好照顾家庭、教育子女、打理的工作。在小孩子还没有到高中以上程度啊，查某的你搁外口离婚，搁交几个嫁几个翁，你一定啊，把咱的后代教育、生活起居打理，一定要把他照顾好，是每个人的责任，这是政府的地基。然后如果没有，我们要付出相当大的社会成本。囡仔大家拢叛逆，我们没有好的后代，是台湾人最大的悲哀。所以我在这个区块来认真努力，我们一定要让每一个家庭能够和谐，每一个人安乐。你有翁也好，无翁也好，恁公家生落啊。一个负责赚钱，那么台湾的查甫的足可怜，找无头路，读到鬼扑嘛找无头路，对不对？啊，没有背景，你没有去选举，你找不到工作。那么女人可怜是安那，争取到女权，有工作权，做甲要半死，到赚钱搁爱顾囡仔吼，伤病，啊囡仔顾会好无？查甫人还是较有威严啦，囡仔也是较会惊老爸啦，所以老母想溺爱小孩吼，变囡仔也是歹去啦。那么呢，即卖女人呢，争取到权利吼，啊靠有趁钱吼，把男人看扁掉。你即卖无头路住厝吼，甲我煮饭顾囡仔以外吼，你爱阁听我的，所以。大甲袂青芒打尽，我认为讲查某咱卖安尼啦吼。啊，既然吼，你着减寿500年啊，是安那人查甫毋免生囝，咱着爱生囝。所以人查甫加寿500冬，伊才会做丈夫呢吼。但是丈夫你毋知影意思，我拢知啦。一丈以内你看到的会通过倒，一丈以外卖甲看啦。伊若知影，当然算捡到啦，对不对？所以卖讲哦，啊，我足济朋友安尼呢，时常拍电话来遮找老公呢。我讲恁老公来我遮安全呢，讲得对啊。但是我今日伊走去别位啊。我讲请问咧吼，恁翁你是用偌济钱甲买的吼？啊，伊是受你管的吗？因老爸老母都无咧管甲遮严啊。你做某，你是买翁的呢啦？伊讲无啊，我嫁予伊，着我的呢。
感恩呢？啊，囝你生有你的无？啊，你甲讲啥？伊敢要听？啊，人迄别人的老母生就听你的，安尼够有公道，对不对？所以吼，查甫无生查甫，查某无生查某，安尼袂使。查甫咱也爱有担当，上报纸嘛无要紧，咱加趁一寡顿。面子上顿啊，爱有尊严。但是安那即马可能就是做袂到。你查某诶，讲吼做咱牛吼要刮要拖犁吼，即马嘛无犁好拖，所以我看台湾现在的男人很可能。啊，查某拢爬上天咧，哦，啊，所以是安那，才会迄个外籍新娘才大堆。啊，我查某的，你台湾的查某晓拜弯啊，一定爱娶你。我娶越南啊吼，管家位迄头去，佫甲我掂掂咧，对不对？啊，安尼吼，有可能无？我们的台湾文化教育啊，菲律宾的教菲律宾，印尼教印尼。越南嫁越南，我们还有台湾可言吗？所以为什么我要来妇女会？你就知影我要做件的意思伫遮。哦，咱为新娘外国新娘穿入啊，规定她一定晚上来上课。咱来学台语啊，后摆啊生落啊，你甲恁囝教台语，唔好阁教越南的，安尼对不对？足重要，无咱已经吼，咱这个民族要灭亡啊啦！恁有感觉无？足严重哦，足严重。而且呢，咱台湾的查甫的，咱爱学好，来爱护妇女，就是讲外籍新娘。咱虽然外国伊较艰苦，啊来凊彩嫁咱也好，啊嫁来遮我甲看看的吼。讲缘投的真少，那么开开都破相吼，啊，所以咱嘛是爱有迄个爱心。讲啊，咱外国遮水的新娘叫嫁来咱家，咱爱好好共疼惜，不要有家庭暴力，对不对？这样袂阁有迄搞鬼见的吼，搞鬼啊，搞鬼恁知无？解火车总爱突出去，啊，阁加注毒蛇安尼吼，啊，阁笑眯眯来呢。哦，这个是罕见呐、啊，因为这是啥？中国人不是咱台湾人，我相信咱台湾人无遐残忍。哦，啊，小弟讲吊个树啊死去啊吼，一、个去卡拉 OK， 个啉甲醉茫茫啊，面红光光嘞，安尼敢有先吊死？啊，就是小弟伤故意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吼、哦、社会问题成本。隆重从我们家庭开始教育，所以教育呢，女人从胎教开始，咱这个囡仔呢，伫腹肚内着床以后，受精卵着床以后，所有母亲的动念、行为、思想，那个小孩就在学习。那么可怜咱台湾的查某呢？即马心情足歹，对唔对？趁钱袂赴食饭啊！安尼，他有法度胎教，听音乐听会落无？啊，音乐若放落足像迄看芒果啊，你知无？啊，无心情啊，囡仔教会好无？生出来拢足歹教，而且奇形怪状一大堆啊！我行医五十几年呐、啊，带。胎教方面印证到很多，所以呢，恁若要爱子孙十八代拢总中状元拢总好，一定爱查某的娶来就开始对伊好，让他环境非常好，才开始会使补卵啊。你知无？安尼生出来恁的阿孙的啦，才会中状元啦，迄是属实啦，那个细胞才不会受到残害。现在癌症一大堆，那癌是病？癌症为什么他不爱说癌病？癌是病？绝对不是病，它不是细菌，也是不是病毒。那么是怎么才癌症那么多？压力太大，咱人的压力会使细胞变形，变形加上你营养不良，营养不均衡，咱的营养现在都毒素而已。
啊，不是防腐剂就是农药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无就是啥物色素嘛，啊，无好的物件互咱食，咱生出来的细胞是咱兜的唔正经，唔正经会讲白差无？那我们的细胞它会指令错误啦，乌白指令讲哦，这无该补，伊叫伊补啊。啊，补甲一大堆变肿瘤，对无？生一堆啊！啊，只爱补，伊无叫补，安尼拉出去啦！啊，所以讲吼，唔正经，就是讲我们不良品的细胞叫做癌症。所以你要不生癌症，你要时常保持心情愉快啊，大笑三声呐、啊，吼、哦，你都无癌症。啊，你若是有癌症，要安怎好？哎，到氧气多的地方，吃较侪有氧的东西，吃碱性的东西。你莫酸性的物件吃一大堆。动物呢，碱性肉类啊，是甲鱼跟蛇，吼、哦，迄就是讲它是碱性肉类啊。你若是要吃植物嘞，植物很多是酸性啊。哦，请问红豆啊，达到38%酸性哦，绿豆是32%哦，所以咱今麦今仔日熬迄个医学博士嘛吼，系台大医学院的哦，啊，佮熬护士哦，一堆哦吼，我说这个都有道理，所以呢，咱唔是讲癌症袂当医，癌症要靠自己，不能靠别人，不能靠医药来医。就是古早咧，阮老爸读中医啊。那么我西医读完再读中医，就是了解咧真病甲假病。我在做电视台有做健康节目哈，你要清楚真病无药医。古早恁拢捌听过哈？真病无药医，唔是在问神啦，爱是放好死啦，就是要用营养来调理。还有做金杯，那么金杯是啥？是你规身躯自己的器官病变，还有做金杯，你的器官功能失调，或是你家己的身躯家己发生的，那个叫金杯，无有医啦，无有医，你应该用全方位均衡营养啊，加上适度休息。速度的运动要情绪控管、啊、只要你四大元素你自己去学习好，绝对不会有金杯。除了你是外伤以外，你一定都会足健康。那么我们现在环境不好，以后让我们台湾民政府全部整个环扣来改善，我们人才有办法健康。所以呢，假病是什么呢？假病是来自于外面把你侵犯，外伤，你细菌，你病毒来侵犯，这个一定要吃药了。啊，那台湾是安那误导人民，因为健保局啊，咱所有的政府官员、官商勾结，拢勾结嘞，有凶啊，药啊买卖拢有在回扣啊，所以呢。你来唔免食药啊，我嘛提一大包给你当个食好死，唔是食好哦，食好死哦。你要领3天讲来，你领1个月，啊，我会当甲健保请较侪。然后吼、哦，该抬，哦，无该抬的拢抬就对啦。啊，那抬一刀，我上无赚50,000嘛。啊，抬嘞嘞，上好搁甲挂汽车吼，搁送去吼。欸，汽车吼中心哦，救护中心吼，我阁提50,000，吼、哦。啊，那无该洗身的嘞，啊，该接讲接接的吼，对、哦、说我介绍我阁赚20,000。哎、欸，提人的性命咧拼经济，安尼敢着？所以咱台湾民政府一定要好好来改进嘞。啊，这是安怎？伊的中华民国的政策是。主管什么疾病医学，
健康医学他不管，健康医学讲恁家去出钱用，啊，大家唔知讲哦，啊，即马健保拢食免钱，咱拢来看健保，这样子是错。所以大家健康拢爱靠家己，唔好靠医生哦。足济人甲我讲啊呐，哦，阮家吼，什么医学博士、留美的、留什么留一大堆，讲我甲生命交予伊，人都拢甲处理好好。啊，我讲安尼，你干脆爬去个低点就好啊，吼、哦，看要要做三层哎，迄落平了吼，啊要前脚哎后脚记在人处就好啊，对不对？不能让人宰割呢。啊，人拢咧拼经济，咧抢健保钱，你讲听伊个就好啊。生命是咱是大人给咱的，是咱掌握在自己的手上，所以卖。乱输加油啊！安对不对？好，来，咱捍卫维护自己。你仁慈，别人哈不一定有意哦。啊，我唔是防，和大家人惊讲，看到别人拢敌人哦。但是我们防人之心不能没有哈，而且不是一个讲人情的地方。给你人家好处啊，人家不一定手下留情。善良是好，但并非在任何场合都是优美哈。在面对不同的人时，就是要采取不同的策略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啊，哎，我们不能说哎我。安尼对人就对啊！我以前拄啊出社会拢安尼，尤其医护人员非常单纯，尤其是我是天主教病院上班啊，我拢看神父跟修女一起长大。讲单纯哈，我妹妹甲我讲姐，你不是单纯，你是笨。啊，我讲姐该唔甘愿呢？啊，到即马印证讲啊，就是笨呐、啊。单纯就是笨啦，卖讲太好听啦，吼、哦，就是你不能懂得蹊跷啦。咱就是讲吼，你要捍卫自己，你要采取不同的策略。你唔好一个人作恶毒的时阵，你一直对他慈悲，你对自己非常残酷。表面上可以啦，啊，你若是讲懂事的，一定要做到。表面的礼貌，但是你可以不要跟他做最深的交情，吼、哦，人为人阴险呢，啊，拢有足济的咩格格保守，哎，来给你访问一下，哎，某某先生，啊，即马你看安怎？你最好不要坦白去发表言论。啊、你若录音起来，你包死的哦，对不对？马上把你冲掉，啊，就莫阁像迄个张显耀遐嗲吼，叫苦连天安来喊救命啦吼、哦！啊，本来我很受宠啊，啊，突然间为什么这样？他搞不清楚为什么。张显耀伊是两海峡两岸的大使呢。啊，咱敢需要？咱即马有需要海峡两岸啊无？啊，因签 X 法，因都是去互捅去啊，中华民国互捅去啊。最近恁有看到咱的废除条例无？废除条例，中华民国两三百个机构拢废除啊，恁知无？知影吼？有在我分组会议的里面的人都知道哈，废除条例，你什么行政院、什么内政部、警政署，所有的外交部啊、哦，全部拢停止废止。但是大家要注意哦，废除怎么还有？啊，不是咧讲白差，啊，为讲这恁拢改讲，公告是只有一天，我们秘书长英明把它全部。39个组织，200多个机构一起全部收集起来，一起公布在我们官网里面。那么我一个在的改条例呢？讲嗯，啊，人改改也没够用，
那是什么头脑？我们要带领台湾人呢？废除是美军要进来以前，把中华民国管理这个机构的上面头头把它除掉，然后把它的权力拿掉，是吗？等待我们去接政权呐、啊，安尼知影不？现在是悬住，不是废除，就无这个机构啦。照常啊，照常，行政院卫生署还哈、哦、疾病管制局还是有啊，都、就是顶管，唔是中华民国这个政府在管啊啦，安尼意思啦。哦、所以后摆啊，互问到，唔好阁总来点点讲，我阁走来问我呢。啊，废除人唔是阁在做，啊，当然嘛在做，啊，就是讲唔是中华民国在管的啊啦，废除就是无予伊管理啊啦。这两三百个机构，当中包括军啦、啊，哦，军情全部废除。所以呢，咱即马来。安尼有稳还无稳，所以讲拢免惊啦。阮家吼，从水源开始，他一月份，我四月份插国旗到现在，拢唔捌人来问过我食饭未、食饭食饱未安尼啊。安尼唔免惊对唔对？啊，所以回去咱要叫人来办身份证嘛，唔免惊。啊，如果若会惊来我遮摕请假符啊。吼、哦，废除条例就是请不请惊符啊，比庙师去讨的较灵啦。你当下甲赢赢的吼，啊，若阁看无干，望看有烧无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若有烧，将阁来华注下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咱吼、哦、绝对免惊。咱一月份就公布，四月二十三号，奥巴马就是去找日本皇帝，那个档案也有在我们官网里面。那么为什么？奥巴马要去这个关他们的这个皇宫里面去点兵，是因为他还给他军管呐、啊，他们不再是自卫队，因即嘛以前只能攻不能哦，只能守不能攻，即嘛的伊已经有呛声讲，哎，台湾有事情我们可以去保卫，哦，安尼。安尼，咱一定，咱内行的爱听知影，台湾是他的啦，对不对？伊即摆当出兵，战后被占领国，和美国伊家修理到即摆就对啦，到即摆才松绑啊。那么松绑为了什么？为了台湾，为了美国重返亚洲，他一定要把咱隔壁迄个歹阿伯啊，吼！把制服下来啊！吼，一定爱成群结党，一定美国敢那指挥，伊无要出遐侪钱嘛，无要出遐侪力，爱把亚洲上界强的咱的母国爱叫出来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咱的秘书长上甲拄拄好安尼吼，拄下这个时机啦，啊，实在是有够长啊啦，要七十档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。还给日本一个公道，还给台湾一个公道，所以呢，他们重返亚洲哈、哦，就非常顺遂。美国伊都唔免出遐济，而且我是在战略协会哈、哦，从全亚洲台湾，它是最战略最好的地方啊，啊，别无他处哈、哦。所以呢，咱台湾哈、哦、比选择搁较价值啦。唔免烦恼，讲啊，中华人民共和国讲要不一寡粪扫入啊，迄拢无要紧。后摆来啊，看身份证啊，你有无啊？啊无，你就是出去嘛。所以咱办较济的人唔免出去啦。啊，若无办的人吼，啊，台湾人足济，迄个摸大腿的吼。我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吼，迄种的嘛爱出去。甲咱留一千人，卖领遐济，拢互咱就好啊！吼，卖伫遮顶路，对唔对？搁食碗来，搁洗碗外，对无？吼、哦，迄种的无路用人，咱卖留啦！吼、哦，拢互因去大平潭吼、哦，金门妈祖就好啦。所以咱吼、哦，法理一定要清楚，一定吼、哦，血统跟我们祖先没关系啦。祖先是这块土地啊，的管理者。统治者，那么呢？
你哥讲吼，你真正中国来的吼，咱是伊总共十八代呢。吼，你真正遐来的嘛好啦吼，但是我甲你讲，绝对唔是。四姓佮教你语言呢，日本人来嘛教咱日语嘛，对无？啊嘛，予咱号日本名嘛。你敢真正日本人？但是主管，咱就是日本的臣民。那么主管甲海通无共。如果呐，伊若讲啊，咱卖安尼啦，咱台湾人嘛为中国长啊，咱要分甲遐清楚。啊，恁若要好，恁去好。啊，后摆恁去大平潭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甲问啊，恁囝趁钱有拢交你无？恁的兄弟姊妹啊，趁钱有交你阿兄无？啊，上简单的啊，啊，这系统上近的都要教你啊。你喺中国含咱什么地带？对不对？无地带嘛，佮亲戚朋友嘛是同款啦吼。主管就是主管啦，主管是这块土地的管理者。我们认同，我们要这边，我们服从跟义务，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认同这个主权，所以跟血统没有关系哦。莫个看清因切安尼吼，所以一定要划理清楚。来，咱随身附和，千万别成为习惯。为人做到恶劣的，做到拍马屁点嘛，啊，做官哥愈侪嘛吼，所以这嘛要注意。未来和上司站在一方同一阵线，就是跟上司要保持一致性，但别和私下提醒上司。做好正确的领导方向跟策略，上司的失败匹夫有责，要做一个上司的好帮手。毕竟工作是生命共同体，但也不能指挥或勉强上司，不能忘了你本身的身份或意见太多，哈，忌讳工，你就会吃力不讨好，这足重要。人讲吼，大部分为人做啊恶劣，恶劣上司赞美上司是美德，但是无好，我们要私底下吼，唔忙公开的场合吼，把咱的定时指责呢，你忘记自己的身份，迄保证无头路，对不对？吼，卖遐怂吼。但是你若要甲伊嫌，要甲伊纠正，要看他心情好，找好适当的场合，我们来做个仗义，来建议讲安尼敢好，那安尼我看有较好。你如果那因咩哦，定时每一个人无十全十美，他有时候会判断错误。啊！你逐项拢甲讲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两个拢落落去含酒空落去，吼、哦！生命共同体，你一个尤其咱政府政策，这足影响足大哦。顶时一直婆顶时，现到吼、哦、要死啊！你也甲讲好，啊，含你家己也跳跳落死，讲安尼嘛好，吼、哦！这个很重要，所以讲我们引导的领导人。每一个人都有个人的才能，我们尊重对方没错，但是如果我们的上司有错误，我们要勇于私底下沟通，然后做建议，不好一直婆家不知道为对去，这样子对我们整个策略，对我们台湾民政府的损伤会很大，而且自己也出力不讨好，吼、哦，这足重要，对不对？咱爱做一个官员，一定要注意这些啊，没有主见，咱就是讲吼、哦，所足无措，完全失去的干练的形象，可以试着独立去解决问题，即使最终的结果、不怎么理想，也是得到历练了哈、哦。只要有心。就可以找到窍门。如果你是一味的寻求别人的帮助，即使问题解决，自己不会进步，使你的大脑思考的空间。哦，咱今嘛去做官，咱一定哈、哦、要有独断的
这种能力，就是说你自己不能一直依赖别人，这样的意思。你依赖别人，自己就是没有自信，而且你不能去做出一个好，也不能有进步。所以说呢，试着自己想好政策，想好再去做，也能得到锻炼自己，有心就一定找到窍门，试着去做。但是咱卖分家规，卖自傲啊，无问题，一下就讲无问题。你若讲无问题，后壁是毋是问题拢上大？哦，所以讲呢，咱一定要注意每一个新的策略，咱一定要好好的哎，甲大家人参详一下。哎，我来做安尼试看卖啊。那么你常常出主意去做，拢成功，大家都服你。哦，卖常常家己惊，唔敢出主意，而且你要出主意会使，卖一个笃定讲，我安尼保证会使，安那保证你都把自己陷下去啊！哈，你就讲啊，我来试安尼哈，啊，恁看有较好的方法，那无咱安尼做，安那试看卖啊，啊，那无咱过来换一个方式来做，啊，卖去。把自己去保证啦，哈，茫去定定讲邓英啊啦，哈，邓英啊拢会不多哈，来抱怨不离口哦。咱即马所讲的条件哈，拢是伫职场上哈犯大忌的地方哈。啊，一讲哈，给自己树立哈怨妇的形象，哈，沉默，这点我以前足严重嘞。哦，我一定拢会把垃圾倒予朋友啦。我啊，即马吼对答无好，我会一直讲予朋友听。吼、哦，啊，即马吼讲予人听吼，啊，想说找到一个公道啦，吼、哦。啊，然后呢，但是安尼啊，怨天尤人，不如自己奋力改善或是改变自己啦。如果呢，你想要改变别人，无可能啊。但是呢。咱若要改变家己，足容易啊！你试着来，我跟你相处相处不来，我一直要讲啊，你还对我遮歹，啊，咱不如讲好，伊对我遮歹，啊，我要用啥物来跟他相处？你就甲伊嘻嘻哈哈就好，吼、哦！啊，伊对你歹的，你就当作没这一回事，只好这样子，吼、哦！啊，无你干那吼，逐天气就死嘛。啊，足侪这种人，对不对？会逐天互你受气的人有无？有嘛吼？啊，你就是讲，卖求他对你怎么好，你求说我要不要对他好，是我的权利啊。我嘛会使卖插你，表面上我甲你糊弄糊弄吼，其实吼，我嘛不爱插你，不鸟你啦，对不对？安尼咱的心情会过得比较好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你一定吼。在职场上哈，就是讲不要犯忌哈。如果每天唠唠叨叨哇，如果你不满哦，按牢骚也要做个选择，就是离开到别的地方泄气的哈。哎，把你的心情搞好，或留下来，阻止无端的抱怨，要抱怨不休，不如改变自己。所以说做一个选择，如果你去到一个环境你不能适应，你要做个选择，你就是要改变自己，后者你离开地方。你别说我也不离开啊，我也每天在那边抱怨，这样子引起大家的不满哦。所以就是说这样，你就是要做好选择啦，好、哦、做好选择，因为这种的代志，在咱生活当中啊，时常拢会拄到的代志，对不对？那么你没有做好选择哈，两败俱伤啊，吼、哦、啊，咱即马就是爱选择。那我先卡边啊，我拢讲先边啊，先边啊，搁拍落拍落，较袂着情安尼啦，安尼对不对？
吼、哦、啊，无你若是要跟伊对立，绝对会着枪的嘛。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嘛。啊，就伫咧拼赌啊，对毋对？啊，咱尽量就是卖拼个赌，尤其是咱家亲爱的民政府，大家的兄弟姐妹们，绝对卖拼赌哈。所以呢，咱爱做好选择，选好你的环境，啊，咱会当好好的来发挥。来，别人的机密不是靠自己，不是自己的面包。为人足爱听八卦，对不对？足爱听八卦，就是把别人的秘密当着面包吃啊。所以呢，咱一定卖把精神放伫个八卦，就是讲老板的秘密啊，只能躲不能问呐、啊。除非他要跟你分忧，这都只有讲过哈，无跟你没有关系。所以要知道别人的机密，反而会很麻烦。别人的隐私呢，只能听，不能传。哈、哦，我曾经嘛，好多次，拢会予人扣帽子。哎，什么代志拢唔忙，予我知哦。迄、那个人足够乌白讲，啊，问题是安那？伊足济代志，即讲落代志足大条。啊，因为我知影，伊会甲我讲，唔忙我知。较袂去乌白讲，啊！敢有影咱足够乌白讲？在战略学会学习三十几年的人，不知道轻重会乌白讲吗？无可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有的人很聪明，伊就会甲你抹些扣帽子。那么他的秘密，你知影？伊足惊讲你去甲人讲。啊，伊就甲你递一顶帽啊落。那我们要怎么样来避免？所以讲，这就是讲，你知道了，因为吼，我足故意的嘛，你看嘛知影。啊，小妹嘛，美术人声遮细声，啊，所以吼，很多人就会觉得我足好食的吼，食过过安尼嘛，对不对？那么很多秘密好的时候，伊一定会甲咱讲嘛。啊，我以前足久六讲听呢，啊，即马我听我后害很多吼，所以我告诉大家讲，咱卖讲知影遐济，伊那咧讲啊好啊，迄吼你卖讲，啊我头壳记袂起来，一下都袂记起来，你卖甲我讲，因为啊那你听了后摆有几工吼，他有事情都会找我们，吼，安尼足麻烦的吼。来处处找借口，就是讲你不敢承担责任，反而勇于承担责任，是自己变成优秀的法宝。工作中出现失误太多的人哈，总是会找借口，不是从自身找原因，但一旦成为习惯，工作会变成效率啊。找方法比找借口更容易成功啊！咱台湾的习惯，足够正，足够傲的，对不对？咱尤其看遐中华民国的官员有够傲无？凡是错都是别人的错，对不对？砍咱纳税，互伊白塞徛，我们也有错呢。啊，光光安尼吼，无人有诶，就对啦。啊，你像即马迄个。迄、那个张晨耀，伊毋是讲，我也无唔对啊，啊你是安那，无代无事搞我死掉，啊他搞不清楚啊，啊都唔免迄个机构啊，啊中华民国都完蛋啦，你搁要做迄个官，啊一个爱死掉嘛，啊无是安那黄世民会死掉，啊搁判罪嘛黄世民啊，啊以前我去偷讲话都无要紧呢，甲总统报密啊，搁有代志。啊，都免有迄个机构，但是伊偏偏啊吼，大概金普聪因两个在尔嘛吼，剩诶拢尽量就是避免吼，讲中华民国要收起来，伊无爱互我遐官员知啦，所以搞不清楚啦。啊，就一个机构拢总爱停起来啊，安尼搞不清楚。讲迄个外交收兵嘛，人抗议甲要死啊，爱都毋系国家。啊，是安那要阁有外交？迄两年半前都公布啊，大家嘛反对个吼，
因遐遐中国官，大家拢伫遐反对讲，啊，我们为什么要修兵？还搞不清楚，啊，伊都没国家，都没国家，才会使有外交权嘛。吼，啊，即马伊嘛是搁作者迄大官搞不清楚，真正可怜。人因呢秘密真正做够足好诶，啊，咱呢吼。为了要达成我们宣传的目的，咱爱去功劳啊啦，咱爱去功劳啊宣传呐，吼，对吧？功劳啊，咱爱去甲宣传呐，连因的大官家唔知影，啊，唔知影讲因要结束了啦，吼，所以讲吼，哎，时间到了吗？哦，安尼吼，大概咱家呐有遵守，咱会当做官做较好些。我希望讲吼，五十当后吼，每一个人大官我阁看会到，安尼好无？拢会做甲足大。我祝福大家，哎，当大官做大事更重要吼。啊，咱大家拢会做甲顺顺利利，啊，健康阁会食百二，好唔好？多谢大家。啊，各位同学，我们下课休息十分钟。好，下课休息十分钟。